跟着台湾双输张凯珍和谢淑薇的练球画面，关心这个下午最新的海硕杯战况。首场单打，德国小妹 Elena Bogdan 和日本妞波形纯理拼了快两个小时，结果还是被波纹气功干掉。九九冒险野狼还是比较强。第二场则是由泰国一姐，绝对没有在骂脏话的谭纳苏干，以2-6解决了另外一个日本妹半岛久美子。说到了半岛久美子，她待会儿也要和詹景伟搭配双打，出战谢淑薇以及印度妹妹 Sonia Mirza。海硕杯，别拍垮了。